这个项目指压板跳远，在指压板上连续进行三次跳远，根据距离的远近来排名。哇，这个太疼了，不敢跳啊！这个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完成跳远，所以我们允许大家穿着袜子来进行三次跳远。我选这个，你别一会儿扎那上面。老沙，到了你的主战场了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哎，给。加油！哎、算了算了，这太疼了，太疼了，老沙，这趴可以没有成绩，算只能这个。沙哥，你别想不开。我要想不开啊！你有一种刮骨疗伤的感觉啊！这个真的疼哎！巨疼！好，沙哥挑战指压板跳远。你走了两步，你总共三步了，三步了，三步了，退回去，三步了，三步了，三步没了，哥，你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已经三步，一二三，结束了。你这不算，要重新开始。好，有成绩，有成绩，有成绩。坚持，太励志了，哥。哎，哎，哎。哎，第三下怎么得到这儿？别过去啊！别过去！过去过去过去！鲤鱼跳龙门。好，沙哥第一次挑战，成绩3.5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歇一会儿吧，现在我先歇一会儿。好，那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是 baby 来一个吧。baby 来一个。baby 来了， baby 来了。女生的起跳距离从1.5米开始啊。这儿越轻越没事。OK， 来吧，加油。哦，看来我的最好的实力也就只是这样了。对啊。没事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这我以为你能上来了呢，你还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个边缘。可以，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哇哇，非常轻松，但是你那小脚缝找的，我一看，老到位了。好 ，David 的挑战距离是4.3米，恭喜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超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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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是凯哥挑战甲板跳远啊！哒啦啦滴啦啦，哇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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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来了 ，Keep running。海哥不疼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完全是心理上的障碍，只要能够克服，不行，越站越久越疼。我，那就快跳吧。超越，票房大卖。从你们老将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跑男的精神。你下部电影能不能拍个美食的？咱不拍体育的了，行不行？好，凯哥挑战距离7米，恭喜！ Yeah! 我听到了你脚后跟碎的声音，是吗？啊，挺厉害的。凯哥，我来吧，重返一下历史啊！139，欢迎欢迎超越，
果然今天的主题是超越自信啊！真的超越自己啊呀！从1.5米开始。好。好，宋雨琦，指压板跳远，请准备。你们都没有痛觉吗？这是。不要打断我，等一下，我在急救。我看着都觉得脚底板疼啊！太疼了，真的。加油加油！差不多差不多啊！哇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差不多差不多啊！哇！加油加油！雨琦，距离7.3米。凯哥超越自信，再来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凯哥加油！凯哥，我相信你，再来！你是不疼的。好，目前场上领先的两位是雨琦和凯哥，分别是7.3米和7米，恭喜！啊，1.39。好，还有成员挑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最后成就。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来一把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欢迎一个。加油，来吧来吧。好，蔡徐坤挑战指压板跳远，请准备。心理障碍啊，有心理障碍，这个有点吓人。一点都不疼。是别人两步的距离啊，你太拼了吧。这个我错了，妈妈妈妈，这里不可以这样子跳，这个你可以稍微控制，不能那么狠啊，不能那么别滑啊，你跳过去他就哇。触电了，感觉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适应了，他已经适应了。最后一步了啊！加油！8米，随便一跳就行了。8米。救命啊！8米。冻在了小毒水上。蔡徐坤挑战距离8.7米，8.7米。目前场上最好成绩，跳远之王啊！太强了！以后这个节目就给他保留下来。每次蔡徐坤上来先表演，我继续供蔡徐坤专门跳，对，我帮他拿着小竹笋每天。